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误会，但是你惊吓到和平群众，确实也是你不对啊。咱俩扯平，反正饭端上来了，你爱吃不吃？哎哎，张主任，张主任，水生啊，算了吧，这饭挺香的，快来，你想吃你吃。哥，俺问你，咱们来这儿是为了干啥？找水啊。找到水以后呢？修条渠把水引回去啊。那要是人家都不让你饮水呢？ 他平时也不缺水啊，咱这么小气啊，本来也不小气啊。你来了好菜好饭的招待你，你还跟人家杠上，你有意思吗你？俺不饿。哥，你是不是忘了咱爹怎么嘱咐你的？让你出来的时候少说话，少惹事儿。再说了，那个桑主任一会儿要带咱们去见他们什么公社书记，你趁他不在赶紧吃吧。 来碗药，还真有点饿。赶紧解开，你解。哎，轻点啊，轻点。给我拿个那个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成一碗了，光叫自己。来来来。快吃个，快坐着喝。嗯，好喝吧。 哟，吃的还挺香啊！有骨气就别吃我们粮食啊！哎，你干啥，哥？来来，再敢滚上！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。来啊，敢滚上！ 你以为我不敢啊？来啊，滚！滚就滚！哎哎哎，桑主任，他就是狗脾气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大秀才，你说谁呢？你再敢说一遍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来啊，滚啊！哥，滚啊，来啊！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 按照你们说的，有几个地儿，你们可以去看看，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的地方。哎，谢谢，太感谢了，严书记，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等我们确立了引水点，到时候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。好说好说，回头啊，我也向我们县的领导汇报汇报。啊，先感谢了，来，谢谢，再见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好嘞，好，出发，走，跟上。 石头爷，荒谬！啊，石头爷是啊，荒谬！你从哪回来的？俺叔不是成劳模了吗？俺叔又没有个后人，那俺现在就是家属了。俺叔的精神还得等着俺去发扬吗？你也是二瞎子唯一的后人了。 二瞎子走了，这房子还真没人照顾了。行，你回来的正是时候。太好了，这里也适合做饮水点。小林，快点，记下来。啊，好的。这咋记的？教教俺呗。俺教了你也不会。 看牌牛了，这写的啥呀？燕总哥，俺能看看不？你也想学啊？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清楚的。你忙，没有时间哈。我觉得这里可以了，我们换下个地方吧。好嘞，好，好。 走。
回来了，吃饭吧，不等你弟弟了，咱先吃。爹，这个临县真的缺水啊？以前爹跟你说这些你从来都不信，今天是咋了？是不是在外边听说啥了？不是听着了，是看着了。为啥这样说呢？今儿我们在卓漳河边巡逻，抓着一个人。哦，最后一审啊，原来是临县派过来找水源的。临县来的？听说临县的所有大小河流和水库都干了。他们来多少人呢？好像是一个副县长带队，哦，里面有个女的，叫水莲。水莲？该不会是老石家那个丫头吧？哎，他们在哪儿呢？走，带爹去看看。好。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啊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这紧赶慢赶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哎呀，哎呀，爹，别坐地上，地上凉。你说这临县，它咋就这么缺水呢？你说咱临县要是不缺水了，会变成啥样啊？那还用说，满山的果树、核桃、花椒、山楂、柿子。到时候在县里修一条河，大姑娘小媳妇抱着衣服在河里洗。水生，你想媳妇儿想疯了吧？哥，马上就要开工了，为啥念祖哥看着那么不高兴啊？啥念祖哥念祖哥，一口一个念祖哥，听着心烦。你别跟二瞎操心啊，四个引水点的一个比一个高，他还怕高不过坟头岭？俺去问问。过来，念祖，收获挺大的吗？这一次？挺好的，找到四个合适的引水点。那是不是回去就能开工了？这个还得验证。咋验证啊？理论上说，如果四个引水点海拔高度高过坟头岭的话就可行。那太好了。嗯，为啥念祖哥看着这么不高兴啊？你是有啥心事吗？孙县长，没事儿，他可能累了，坐这歇会儿吧。啊，好。这个念祖啊，真是个有情有义的没事，今天是慧珍的生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事，怎么样？找没找着？你猜猜，几个？四个，找到四个合适的引水点。找到四个啊！好，好。哎，大家伙都辛苦了啊！大家伙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大家伙，兄弟这段时间辛苦了。待会儿把这些东西拉到水利局，然后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好。累。
来，咱们会议室说，来吧，会议室说，来，快走，走吧。我们这次考察卓漳河的水量的确很充沛，一共考察出侯壁段、赤壁段、新安还有单车四个非常适合做引水点的地段，其中最适合的是侯壁段。好，好，哎，那下一步是什么工作？啊，卓漳河的水量的确是很大，但是呢，要想引到咱临县来，还有很多的因素需要确定。如果说水源地低过了坟头岭，那水就引不过来了。这坟头岭要是比水源地高，俺就削平了它。你多大本事啊，连山都能削平了？要不要削平山那是以后的事儿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勘测。啊，老孙，你也赶紧回家休息休息啊，这次辛苦了。哥，怎么样？又做鞋了？啊，这往后得测量了，增高增低的，费鞋。这尺寸也不是给俺做的。哎，就不是给你做的，你的俺都做好了，这给念祖哥做的。念祖哥，念祖哥，你眼里只有念祖哥，都没俺这个亲哥了。谁说的？这不是他重要吗？要没他的话，咱咋修渠啊？石莲，嗯，你跟俺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？水莲，人家是大技术员，你是啥？再说，人家前头还有个老婆呢。哎呀，哥，你瞎说啥呢？没有我的事儿。爹，说啥呢？俺哥他没个正形，老瞎说。瞎说啥了？啥也没说。俺都听见了，闺女大了，有自己的心思报告我都写好了，您看看。这么快？这份报告很详细，里面填补了一些咱临县水利局以前没掌握的空白，现在最欠缺的就是山西段的那四个引水点的具体数据了。哎，那你估计如果这渠修好了，咱们临县能增加多少水浇地啊？至少也得50万亩以上吧。50万亩？啊，咱们临县60万人是有救了。那这么说，这不是引水渠啊？要照这么说，这是个生命渠啊。这报告呢，大家也都看了半天了啊。对于咱们这个修渠引水工程有什么意见？我先表个态吧，我明确反对这时候修渠引水，这是分不清工作重点，得不偿失嘛。我跟童坤同志的看法一致。老李，
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意见。按照这个报告的预估，从平顺引水到咱们临县，咱们可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工程啊，史无前例啊。这样的一个工程做下来需要多少粮食，多少资金，另外落差够吗？如果没有足够的落差，这个渠就算修好了，水也过不来。不是，你看啊，我这不是把水利局的同志给请过来了吗？对吧？我们呢，这个让他们马上组织一个勘测队，收集科学数据进行论证啊。这个勘测队暂时都不需要派，这不已经下雨了吗？旱情缓解了，不能打断咱们的抗旱补种工作。修渠的事情，从长计议，以后再说吧。哎，不是。我想问问啊，如果明年啊，咱们又碰到了这次百年不遇的旱情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你也说了是百年不遇，啊，咱们临县就这么倒霉，年年遇上这种大旱呢？说出来我都不信。我信，我也信。你怎么回事？你前面是都说的好好的，不是这个态度，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呢？你行了，别吵了。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啊，散会。怎么回事，老李？是不是有人说什么了？呀，你别瞎猜了，我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犯错误。我犯什么错误？犯错误？我问你，修这个渠需要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、一年还是十年？老百姓怎么做得到一边种地一边修渠？这些你都想过吗？我当然想过，我天天想的就是这些。不管怎么说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水是悬在咱们临县人民头上的一把刀，这把刀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呀！现在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渠咱必须得修，不能打退堂鼓啊！这时候咱们得顶上去啊！而且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这两条腿走路啊，不是一条腿，对吧？抗旱补种，另外一条腿修渠引水啊！你腹中空空，哪来的两条腿走路？你知道现在全国什么形势吗？大灾之年，全国上下都已经开始出现粮食短缺了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上马这么大的水利工程，地委怎么看啊？省里怎么看？政治影响不可估量。我想大家伙儿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吧？临县的人都知道，这是谢公巷。那谢公是谁啊？万历年间的知县。你说的没错，就是这么一个知县呀。当年为了解决临县人民缺水的问题，带着临县人修了一条不到十公里长的水渠，谢公渠。几百年以来，临县老百姓没把他给忘了，给他建了一座祠堂，而且是香火不断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咱们当官的只要为老百姓做一点事儿，老百姓会记在心里边的。新中国成立十年了，我们这些人不会连这个都不如吧？咱们县委常委的所有成员全在呢，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清楚，咱们临县的老百姓因为缺水受了多少苦，遇了多少难。有人说这天下雨了，这渠可以不用修了，可是我觉得若因为下雨了就不修这个渠了，咱们就是临县人民的罪人。若因为困难我们不修这个渠，我们心里盘算着我们还有几天就到任期了，我们可以安安全全的退休回家了。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，我们就愧对临县的老百姓。今天的县委常委会，我最后提醒一次，同意引章入林开始测量渠线的请举手。
那个高书记、于副书记，是这样啊，我们临县县委呢已经开过会了，全体都同意，我们呢开始测量渠县，引章入林。这个林杰同志，把你们引章入林的具体设想谈一谈。这不是那个，这不是于副书记同意我们出去找水了吗？同时呢，我们又在漳河上找了四个引水点，我们呢想测量一下这四个引水点的海拔。如果这四个引水点呢，这个海拔比临县的坟头岭高，我们就能把漳河水引到这个坟头岭。我们再做几个分渠，那样呢，这漳河水就能覆盖临县的全境了。所以我们想测量一下去。啊，这如果海拔不够呢？那海拔不够，我们所有的设想就不能实现了呗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得测量一下才知道呢。这个测量得需要多长时间？一两个月。林杰同志啊，这个从山西引水，这牵扯到河南和山西两省协作，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。这样吧，你们测量渠县的事儿，我们地委再研究一下。不过就是地委同意了，也得还需要再向省里请示。不是，这时间呢真是不等人。再说了，您让我们测量一下，那怕什么的呢？啊，林杰同志，地委也有地委的难处，你得理解。这于副书记看起来态度很坚决，也没有明确说不同意。你看他态度，我看呢，就算地委开会讨论，恐怕也通不过。高书记不是也没反对吗？高书记是没反对啊，顶多就是地委意见不统一。哎，你说要不咱俩去趟省里找方书记，当初咱们找水省里不就同意了吗？当初省里同意咱们找水，那是因为没有听到地委的反对意见，这回可不一样。你想啊，如果地委意见不同，把高书记、于副书记的意见都汇报上去，让省里自己来决定，那咱们成功的可能性还多大？搞不好上面再来一个平衡，暂时不予考虑，咱们可就抓瞎了。我觉得不会。你想啊，当初省委同意咱们出去找水了，那这次测量渠县，省委肯定也会同意的。可咱们这样直接越过地委，直接向方书记汇报，不合适吧？没什么不合适的，不就挨顿批吗？到时候我担着就行了。就这么定了，赶紧的上火车站买车票奔郑州走。老林，你可不能再冒险了。你咋魔怔了？眼里只有休渠休渠，越级上报那是闹着玩的吗？你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也得为整个临县想想吧。我都越级上报了，我还不是为临县着想吗？如果你越级上报，事情闹大了，把你撸了，临县换个县委书记，你觉得还能引章入林吗？回去，这次我当家了，不许你胡来。走。老高，哎，你怎么能表态讨论这件事儿呢？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应该断然否决。有时候听听大家伙的意见，说不定就能把幻想变为现实了。老高，你这是鼓励下面的干部务虚不务实。这临县县委想摆脱群众缺水的面貌，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，敢想敢干为人民谋福利值得表扬。你这不是也挺开通的吗？但是敢想敢干不代表脱离实际去蛮干，他妈想要天上的星星呢，你摘得下来吗？哎呦，苏山兄弟啊！哎，你来啦！来来来，坐坐。石头啊，上回水生回来不是说县里马上就要测量渠县吗？这都多少天了，咋还没个动静呢？俺也琢磨这事儿呢。哎呀，冯山兄弟啊，这从山西引水说说简单呐，真格做起来难。可不是吧？哎，水生，当时你没听差吧？俺咋能听差？林书记亲口说的，要尽快组织测量。不会打退堂鼓了吧？老石头，还真没准儿。
现在天又下雨了，地里又补种了，这事儿也没人提了。人家不一定非得给咱修这渠。嗯，我看林书记不像是这种人呐。爹，这都十几天了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。要不然俺跟水旺出去找个活干。水生，你别老想着出去揽活啊。哎，老石头，现在找个活计做就不错了，让水生他们去吧。啊，爹，人家给俺说了个活，让俺去盖房子。人家看中了咱石匠的手艺。对啊，爹，要不然俺俩去吧。你别老弄这个了。咋了，水生？恁都不想给咱临县引水了？想，但是光俺想有啥用啊？哎，小吴啊，这测量渠县的事儿咋一直没动静啊？你说不会是上级那边不同意吧？哎，再给林书记一点时间，沉住气啊。燕子哥，乔大姐，哟，水莲来了，山里核桃下来了，我给你们送点。还是我们水莲有心，谢谢啊。燕子哥，啊，我牙不好，不吃核桃。你牙好不好的又没让你咬核桃壳，你砸着吃不就完了吗？这小吴，下次俺给你送点别的。真好。哎，燕子哥，咱们啥时候开始测量？不是咱们，是我们。测量是技术活，用不着女孩子。俺就是问一下啥时候开始，这都十多天了，老不开始，大家攒起来的劲头就泄了。干嘛呀？这是兴师问罪啊？什么事儿？说句话呀！哎，你这么看着我，我这心里边直发毛啊！你真沉得住气吗？念祖，这该报的都报上去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这等批示呢。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哎，我给你倒口水喝去啊！行，我也不是来喝水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再这么下去，大家好不容易攒下的劲头就泄了。我看你这个劲头挺足的。哎呀，只要你不泄气儿就行了。这话是水莲带给我的，我是不会泄气，但是不代表咱们临县其他领导干部还有群众不会泄气。是，我，哎，就这么走了？我也知道你难，但这话我也不得不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高书记，测量那事儿都报上来十几天了，您是不是给忘了？忘是没忘，就是批不下去。您净胡啊，那笔一划了不就批了吗？这再说了，这出去测量一下也不需要什么钱，你就让我们去呗。年杰啊，就是这个测量，你就是变相的启动引账入林工程，这不是一体的吗？要我说呀，你还是等全国全省的这形势好转之后咱们再考虑好不好？现在是非常时期呀。这高书记，我一直说重新安排临县的河山，您这测量都不让我测，我怎么重新安排啊？我跟你说，林姐啊，我们现在因为粮食问题已经是焦头烂额了，拆东墙补西墙的，你说这边刚摁下葫芦，那边又起了瓢，我哪有余力来支援你们那么大的工程啊？没说让您支援，我就去测量一下。反正我跟您说啊，您要是不同意，我就往省里报，那个省里不同意，我往中央报。这渠啊，反正我修定了。哎，林杰，你可不能乱来啊！
我跟你说，地委的同志已经开过会了，一致认为现在不适合引张汝霖，条件不够成熟，所以你的请示我真的不能批。哎，林杰啊，咱们要以大局为重，这都是为了大家好，希望你能够理解。没水，我怎么理解啊？他还没走啊？嗨，现在全地委的领导干部啊，都不敢见他，都躲着走啊。嘿，人家就在咱大院里边，见谁就跟谁讲，林县得休局，林县得休局，都成祥林嫂喽。今儿把这儿当戏台了，得把他弄走。这像什么样的？请神容易，送神难哦。这个林杰跟个门神似的杵在那儿，影响咱们工作呀。可不是，头疼啊。你说这小子他也太能折腾了，看来他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。他这是头脑发热一时糊涂，哎，咱们可不能跟他瞎折腾，出了什么问题咱担待不起呀。哎，地委的同志们也都是这个意思，可是林杰他像块牛皮糖，没脸没皮的，说啥都不管用，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来反映问题就撤他的职吧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他知难而退。不是，那小子那么倔，他能听你的？过两天我去省里参加粮食工作会议，我带上他，我让他看看全国的形势有多么严峻。你别看他在咱们这儿敢瞎折腾，到了省里，他肯定老实。也是个办法。这个会非常重要，不能乱说话。啊！同志们，这场自然灾害是全国性的，河南的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啊！现在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粮荒。大家工作的重心啊，要集中在粮食问题上，各地委要全面掌握下面的粮食情况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新乡地委的人来了吗？方书记，我们来了。你们今年下收粮食产量有些低啊，这次绝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方书记，我们一定重视这个问题，一手抓秋波，一手抓抗旱，您就放心吧。好。你坐吧。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方书记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没水怎么秋播呀？是这样，我们临县呀太缺水了，所以啊不可能秋播。今年啊我们种了50万亩，得有40万亩地啊都欠收。你想啊，这水浇地和旱地产量完全是不一样的，一亩差了50斤，我们今天差了2000多万斤。什么？2000多万斤？对。是2000多万斤，相当于5万人的工厂一年的口粮。所以说呀，只要我们临县有水了，我们什么都不成问题了，粮食秋播都可以。林杰的思路是对的，但是这大旱之年，水贵如油，你们怎么解决呀？方书记，刚才林杰同志发牢骚。是我们地委的失职，我回去不会批评他，我会帮他建立起抗旱秋播的信心。在这儿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你坐吧。那我们继续吧。林杰同志
有什么情况会后单独找我来汇报。好，好。进来。老首长，你小子一晃十几年过去了，还是老样子，说话毛毛愣愣的，搞不好啊，别人还以为你得罪我了呢。我不怕啊，我还不了解你，胆大包天。过来坐，喝水自己倒。我不渴。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县委书记，不是当年的小警卫员，还办事毛毛躁躁。是是，我知道，我改。这几年在陵县干得不错，不亏是我带出来的兵。老首长，我知道您工作也忙，我就抓紧时间向您汇报一下这陵县的情况。今年啊，这场大旱，陵县都干透了。我记得42年。您带着我们在五分区，那个时候呢，临县就干旱，但是今年这场旱情比那年还严重。那个时候老百姓省吃俭用，把水给部队喝，但是今年比42年还旱，老百姓啊自己都没水喝了。唉，临县也是革命老区了，咱们是喝着群众的水才赶走的小日本。是，现在人民群众有困难，你又是那儿的县委书记，要多做工作呀。我想过了，我想啊，从山西的平顺段修一条渠，把漳河水呢引到临县来。跨省引水，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啊。老首长，42年我在临县养伤，我喝的水都是老百姓一滴一滴凑起来的。所以啊，我对临县有格外的感情。人民群众是最伟大的，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。所以啊，跟您说实话，我当上了临县的县委书记，我就有一个愿望，我是想当年我喝临县一口水，如今我要还临县一条河。所以这些年呢，我就带着临县人修了好多的水利工程，但是经验告诉我，要想彻底改变临县缺水的问题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引漳入林。说说你的设想，上一次我就想听听。我们呀，已经从这个漳河的山西平顺段考察了4个引水点，能引到临县来。你先等等，林姐，漳河本来就从你们临县过境，为什么要舍近求远，跑到山西呢？这漳河呀，是从临县的北部入境的。我们修了一个天桥断渠，但是天桥断渠呢，这海拔太低了，这个跟坟头岭呢比起来呢，这水根本就流不到坟头岭。要想灌满全境的话，必须引水点高过坟头岭，只有从这个漳河的山西段直接引水到坟头岭，然后再做分水渠。引漳入林，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工程吗？需要多少资金？工程有多大，得等具体勘测之后我们才知道。但是资金，我觉得有300万足够了。这老首长，你就帮帮我们临县啊，帮帮我们临县60万的人民群众。林姐啊，你的一片苦心我能理解，但是现在河南省全省的形势都不好，省里是自顾不暇，根本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给你。更何况河南又不是就一个临县，其他地区也有困难，我得一碗水端平啊。是我理解您，但是这临县人民群众真的就失望了。那您今天喝一口水，明天还一条河，你要有这样的决心啊，就没有成不了的事儿。不是，光靠决心不成啊！你想，就是一个神枪手，你让他消灭敌人，也得有钱买子弹呐。这样吧，过一会儿啊，我送你件东西。行。
方书记批评你了吧？嗯，他批评的对，你回去以后要好好抓住临县的粮食工作，地委会全力支持你的。这方书记啊，没批评我，还送了一个礼物呢。什么礼物啊？你想看看？啊。领导的智慧让人心服口服啊！啊，什么智慧啊？不就一件褂子吗？哎，这是最常见的老百姓的穿着打扮。方书记的意思是让你走到田间地头，鼓励大家，激发斗志。还是您理解的深刻啊！我就没想到啊，我就知道吧，这是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，这个老领导啊自己亲手织的土布做的褂子，一直啊拿这个褂子当宝贝，所以你得好好干，你不能辜负了领导。是。哎，我就琢磨着，您说他送我这褂子，是不是也有让我们自力更生的意思？对，鼓励群众自力更生，这样的话，老百姓就不会饿肚子。